让你今天带比基尼过来。所以今天是比基尼大对决啊。没错。穿比基尼玩手游。对。如果输了就扯掉这样。为了打败软软，我今天特别准备了这个八爪鱼三力反馈精英手把。打开平板的蓝牙，长按摇杆的 Home 键，模式选择 iOS 模式，那它就会开始连接中，就会连线成功。那我们现在来欢迎今天的来宾软软，我们两个现在要进行枪战的对决，看谁才是真正的射击女，进行对战。开始，软软，我看到你了，你不要躲了。骗人。看起来可以救命吗？好，我现在赢了软一分。你看我标记的，不能打我。那么卑鄙啊！那你去对面。为什么你刚刚一打我就死了？嘎嘎嘎嘎！啊！咦咦，打死了！咦耶！我输了。打死软软了，重重获胜。你知道我们差距在哪边吗？在哪边？因为我有八爪鱼三炫炮电竞手把。大多数人不喜欢用手柄玩 FPS 游戏，大概是因为右摇杆上的糟糕体验。这款飞驰八爪鱼三力反馈精英手柄直接把体感映射到鼠标，让瞄准变得非常简单。你可以这样直接通过陀螺仪来进行瞄准，是不是比拇指瞄准要简单的多了？这样一来沉浸感更足了，真有那种抬枪瞄准的快感。喜欢 FPS 的玩家可千万不要错过。